大明虾，醉鸡腿肉，咖喱鸡，高丽菜，番茄炒蛋，还有杏鲍菇。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许完愿了，好，吹蜡烛，好，恭喜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大家拜拜，现在我们准备当中，那如果往上爬的时候比较缩短，现在向导熊大在告知山友使用登山杖的方式，也不要那么想，直接爬就很好了。嘉明湖四天三夜出发了，耶耶，叫我拿去登山吧。前面的路不要动作太大，挡到后面的镜头。爸爸一伸手就把人家脸打住了。我们现在开始出发了，从登山口。大家加油啊！很累没关系哦，讲一声就好了。对，我会跟你说加油啊。说累，我们就真的觉得累。我们现在在象松步道缓慢前进了，快速的前进，就不要遗留垃圾或是厨余，因为你厨余乱倒会影响到动物它饮食改变。那垃圾呢，因为垃圾里面会有味道，有些动物会吃下去的时候会塞在喉咙，会窒息而亡。那垃圾又很难分解，所以我们把垃圾背下山，厨余背下山。现在我们来到了观景台，但是我们要慢慢走就好了，因为今天天气不是很稳定，它底下会下雨，我们就慢慢走，来慢慢走到向阳山屋。目前大家精神不错，没有三只好麻烦，赶快把它们通通丢掉。现在我们来到了两 K。2.7 才是我们的休息站哦。好，所以剩下多少？600。600。对，600。我们的压队向导巴里介绍野生动物。然后遇到台湾黑熊，所以大家不用紧张，因为它基本上是比较怕生，它看到我们人，它就慢慢离开，而且是我们人很多人。但如果遇到它心情不好的话怎么办？你要把自己放大。加油加油，我们快到休息站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2.7K 休息站。终于到了，我们可以卸下你们的背包，让肩膀稍微放松哦。找位置坐休息一下。进化反应不过来就戳到了，我们要保持距离，那个登山杖距离哦。好，不要跟太近。我们接下来到了 2.7K 的独木桥，待会直接接我们的登山路径了，会越来越陡哦。现在我们来到了真正的登山口了，好，开始会慢慢陡升了，好，大家加油。现在是3.4K 休息站，我们这边稍作休息哦。好，好，到这边就休息了。你好，我们今天还有外国朋友哦。4:30，我们来到了向阳山屋。我们今天
就睡这里喽。到了，待会分配好床位之后用餐。第三到了，谢谢。好，上屋喽。今天结束了，谢谢。开心开心。哇，上屋。向阳商务组就是我们的陈龙。他找的是番茄炒蛋，熊出没第一天的伙食，大明虾，醉鸡腿肉，咖喱鸡，高丽菜，番茄炒蛋，还有杏鲍菇。我们的厨师陈龙。现在时间6:50，我们从向阳山屋慢慢出发，下一个目标黑水塘，我们去黑水塘那边拍照。没默契。好了，走喽，走喽。看看你我他都是找不到一个默契的人，培养到最后一天，第一天总可能立即有默契，是不是？对，要多看点。早安，走。早安，巴黎。小戴，我不行了，快点背我。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加油，不行了。可以，可以。在2分钟，我们就会抵达黑水塘了。加油。没有很快啊，其实很慢的。外叔叔说他不想动，怎么办？没有关系啊，我弟在等下车的哦，他就可以直接回家了。好，这两个字实在太诱人了。我们现在来到了黑水塘这边，往这里走。呀，再往那个方向走，2分钟就到了。外套穿起来哦，因为这里的风蛮大的哦。好，这里的风景很漂亮，下面是很漂亮的云海，前面是一个王美哦。超漂亮的！我们现在来到了黑水塘，现在天气晴，风稍微大了一点哦，所以我们这边的倒影不会说特别漂亮。继续前进哦，前面就是好汉坡的终点站了。耶！终于！但是不要高兴太早，因为后面还有向阳哭坡。哇！耶！哭坡！对，哭坡！我都要哭！今天很幸运哦，后面云海很漂亮。我们现在走在向阳镇的林线上。林线，然后这一段比较陡，所以大家手脚并用，慢慢走上来就好了。好，安妮阿维都出来了，安妮阿维，慢慢来就好。向阳瀑布结束，我们开始腰绕了。今天天气很好，所以我们会去向阳三角点。恭喜大家来到了向阳三叉路口，待会放下重装，我们轻装走上去啊。不要轻装走上去，上面会很冷吗？一样会冷，外套带着。我们现在要爬向阳山哦，大家加油！加油！好，向阳山我来了。
样。不太这样。是向阳山的三角点喽、哦，通过这个碎石坡，我们就抵达向阳山。向阳山，向阳山，好，恭喜大家获得一颗百月，今天天气超给力的哦，很漂亮，下面是很漂亮的云海。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下切直达嘉明无山雾哈。得到嘉明无山雾之前有一个荣耀石，我带大家去那边拍照。好，那边也是一个拍照景点，反正我们时间够多。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现在时间3:06，我们来到了嘉明无山雾。终于可以休息了。到目前为止，至少已经拍了大概800多张的照片了。1000多万？没有。12月25号，今日晚餐，香鱼、洋葱炒肉丝、青江菜、骰子牛、番茄、豆干炒芹菜。炒丝瓜，今天的汤是猴头菇汤。哦，今日水果苹果。今天我们有12月份寿星，寿星在这里。好，很可惜，是一个男生啊。是一个男生，一定要记得。怪叔叔，怪叔叔，怪的叔叔。好，那我们就一样，12月份生日，我们就唱个生日快乐歌给他。好，来，北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发语的哦，发语的哦。啊，许完愿了。好，吹蜡烛。好，恭喜你生日快乐。
七点整。大家还要叫叔叔。原本我们预计是六点半出发，大家还是一样习惯拖，不知道拖什么。出发喽！出发喽！现在是下坡。现在通过第一个下坡，继续慢慢前进。现在来到第二个上坡，待会会到向阳北峰，那边有一个拍照景点叫跳钥匙。尽量不要跳下去了，跳下去有危险。向阳北峰酷酷坡，待会一路下切，这是第二个下坡喽，继续努力。小心那边很滑，你看是不是？我表演一下什么叫滑。哦，腰力好啊！表演一下如何平衡滑。我们现在来到了嘉明湖迎宾树，对，这里也可以叫做夫妻树哦。待会我们来这边拍照。嘉明湖迎宾树也是夫妻树哦，对。对，也是迎宾树。我们现在来到第三个上坡路段，大家的步伐非常好，很悠哉。后面那一位是我们的压队向导巴迪。快接近山头了，山头山，恭喜大家又获得一颗百岳。好，今天太大，我们赶快下去那个嘉明湖旁吧，好，是太冷了。我们现在要下切到天使的眼泪，对，我们现在要下切嘉明湖畔。加油，快到喽！真的快到了，再走十分钟就到了。四天三夜，我终于来到天使的眼泪喽！我都要哭了，我到了，开心，今天下来。恭喜！哎呦，向往太久了，终于来了！恭喜恭喜！哎呦，终于到。太开心了！第一个百岳，终于到喽！2021重新开始。好，恭喜大家！来，这个嘉明湖，一天使的眼泪，接好了！恭喜大家，拜拜。现在我们要离开嘉明湖了，这是第一个上坡，回程以上就是有山上山下，对，山上优雅，就是我们走路要山上山下，山上优雅，走路要优雅一点，大家不要误会哈。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个下坡，继续慢慢前进。
接下来来到了向阳北峰库库坡，我们即将抵达第一个小山坡了，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好，大家都没什么精神？有。有吗？有。好，很好。我要维持奶油波士顿。好 ，OK， 我们终于来到了向阳北峰哦，就是第三个山头过了之后，就很轻松了。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第二个下坡路段，大家加油！快到山屋了。对，快到了，快到了，再四十分钟。到了，大家想都比较安全，不知道是累了还是不想说话了。这样很紧，最后一段上坡，紧接着下坡就到达嘉明湖山屋了。现在时间4:16，我们回到了嘉明湖山屋，大家辛苦了。谢谢祥叔做的蛋糕，我们要。今天真的是出大景啊！对，出大景，三个美女啊，出大景了。不是人。哦，不，最美丽的风景是人，不是吗？对。到了，没有问题。来，熊大团的。Je veux pas être l'ami que tu voudrais Avec une autre tour recommencer Je vais y arriver Et ça passera J'ai pas besoin de toi Non, non J'ai pas besoin de toi Oh, j'ai pas besoin de toi Qui me possédera Celle qui saura vraiment me mériter Moi et tout l'amour que je peux donner Je vais y arriver Et ça passera J'ai pas besoin de toi J'ai pas besoin de toi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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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 Oh, oh Donc je danse comme si je m'en foutais Vers le fiel qui peut tout oublier Je vais y arriver
vie et ça passera. J'ai pas besoin de toi. J'ai pas besoin de toi. Ça passe des larmes aux joies des tempêtes nostalgiques. Tous ces moments magiques. Je veux pas être l'ami que tu voudrais. Avec une autre tout recommencer. Je vais y arriver. Et ça passera. J'ai pas besoin de toi. Non, non. J'ai pas besoin de toi. Celle qui reste en mes bras, qui me possédera. Celle qui saura vraiment me mériter. Moi et tout l'amour que je peux donner. Je vais y arriver et ça passera. J'ai pas besoin de toi. J'ai pas besoin de toi.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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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 Oh, oh. Tu danses dans ses bras, tout se déchire en moi. Vois ton corps, vois ta joie, c'est la vie qui me nargue. Donc je danse comme si je m'en foutais, vers le fiel qui peut tout oublier. Je vais y arriver et ça passera, j'ai pas besoin de toi. J'ai pas besoin de toi.现在时间6:34，我们从嘉密无商务出发，目标向阳游乐区。游乐区，你要还书了。哦，蜘蛛，加油！加油！我们快抵达向阳的三岔路口了。现在来到了向阳山三岔路口，这里稍作休息，喝点热开水。小心哦，慢慢走。好，现在要下山喽，开始起大雾了，我们真幸运。哎，希望人家看不到嘉明湖啊，因为风大。对。哦，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啊。雾来了。嗯。我们有看到就好了，不要管其他山友了啊。谢谢。瞬间就起大雾了，真是太神奇了。恭喜大家，我们回到了向阳山屋。回来了，睡觉。太干。这边可以上个厕所哦。好。休息大概20分钟。往前走啊！还没结束哎！哎呦，我们的网红阿胜有没有？网红阿胜，
我们现在回到了 2.7K 松涛步道，待会的路就很好走了，不会像刚刚一样，等一下会比较轻松哦。四天三夜终于结束了，我们访问他的新的感想，走啊！太开心了，出大景了！有有有，我有看到大景了，好美！你有看到大景？以后出来一定要跟小初破。好，感谢感谢。三天不洗澡没什么的。好，我也觉得有闻到一点味道。非常欢迎，非常值得，非常值得。法国的朋友，非常值得。完成好喜耶！太好玩，带我解脱了，终于回到人间了。好，谢谢熊大。好，感谢你们，终于成功了。